喂喂，哎呀，又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啊！给你吓着了，就给你们做个拔丝地瓜。有点喝了，有点喝了，喝了，喝喝喝喝，四个喝，来来来，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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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什么类型的男孩会吸引你？起码一米八以上，不是？哎呀，他知道太多了，但我把这音量都关了。来新家喽！他公司会不会告我？我不知道。拿来的礼物。他这他特长，擅长采耳。我没采过。哎呵，这样来一下的。你俩呀，哎妈，你耳朵这么使劲啊？那只能拿大毛毛了。我一个王鹤棣，一个丁中心，泼到人脸上有一种。脚丁泼水。你看这真。开始呗呀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是他，那是你，你单纯群众，那有个三千来首歌啊。到底为什么太美，现实太诱惑？刚刚我错过的太好，你俩一进入唱歌的状态，两个人就非常的，因为我们是专业歌手，值得信赖。啪叽。毛血旺周边上新了，来腾讯视频定制毛血旺独家周边，花式 DIY， 一起边看边下单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选房子呢，录呢吗？录呢，录呢，搁这看进去了，大家在这看进去了。这是跟大家交代一下，就我们这个房租又到期了，又要搬家了。然后我们俩现在就是看看房子，在院儿的这个，它这都是别墅，但是自己住有点孤单，看那里又上楼下楼的，这带院儿的吧，其实就有一些能出去，秋天就凉快了外头，是不？有个阳台也行，不好整啊。这不也有阳台吗？我老感觉搁阳台烧烤，就我老觉得危险。为啥呀？就我老觉得阳台那个你就容易掉下去啊。就我对阳台的那个支撑力啊，就老有所怀疑。就人一多全上阳台，我一般就回屋里了。那你走天桥吗？天桥我可以，但我觉得阳台，你看它就单独支出来的，两边也没有支撑，那天桥不还是个拱形吗？那它那肯定跟楼体啥的都是一起的、啊。我老害怕了，反正人一多上阳台，那里边就一层砖，我就害怕，我就有点害怕。如果咱们不追求上院里干烧烤的话，我能吃几回烧烤啊？我觉得这平层不错，平层好。你别走太远，因为那种带院的房子都挺远的。离机场近倒是，嘉宾下飞机就来，录完就走，方便赶通告。这平层好，太大了。主要是现在这个咱家现在屋有什么问题？这块太小了。这么下太近了。你比如说人来多了有点坐不下。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全程在餐桌那儿，就是这个沙发人，比如说来六个人的话，这个座位不好分配，对，显点局促。对，你像，其实这房子并不小，但是这个就是上一个大房的时候按那个买的沙发，对对，就太大了。对，现在就是这个厅，招待客人稍微有点，因为咱们现在毛血旺现在来的人，以前都一个人两个人来，现在就逐渐你来多的趋势，所以就是稍微有点坐不下了。咱们就换换房子，主要也是到期了，这个房子再咋整啊，没咋选出来。
咱的诉求不就是客厅大，别整太大，太大也人多行，人少就说话都有回音，掐。我觉得这地方挺好，咱就在这个小区不动弹。南北朝向，采光优良，光线充足，客厅层高较高，不会压抑，风格简约，时尚大气。那它这个是东西朝向的啊？我家也是东西朝向。我感觉那会儿挺好的。哎，我发现我现在自从我录毛血旺之后，就是我要是参加朋友聚会，就现场一旦这个话停下来，安静了，我就马上得提问。那么，真的，那天我出去吃饭，大伙儿坐在那个朋友家里，六个人，突然就聊完之后，大家突然就不说话了，我就马上我就得问，我还得看，就是说谁现在能问，完了他擅长什么话题。我天啊！我马上我说，哎，我说你家孩子现在那个幼儿园上咋样？完了。然后就开始讲了，我有用，我觉得这个它是后遗症。我有时候生问，就忽然让我生出一个问题，我生不出来。那我当时老紧张了，但是六个人都不说话，我说不行，尬住了，马上咱得推进，必须得这屋里的欢声笑语活跃起来。那一直说话不是很累吗？就是你不用一直六个人全每个人都说话，你比如说这六个人坐屋里，你有俩人在那说话，别人听着也行。这时候你会想点办法不？我也得会问点问题。哎，我说那你们怎么？对呀，对呀，这录毛血旺录的，我现在就是不能停。你吃饭还行，假装吃饭啊。就最怕是吃完饭了，完了这就到了一些饮用环节了。那你看这时候，来来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那不就大家一起喝？喝完就是。对吧？但是人不说吗？这种时候有天使飞过。是吗？就大家忽然啊，我说许愿。那我下回学会了。你这样我说，哎，来，快许个愿吧，有天使飞过了。你许了什么愿吗？你最想要什么？我祝大家都平安健康。我就其实真的感受到了那种责任感呢。以后你就是成为那个啥了，受欢迎的朋友，大家都找你去。都一尴尬了，完我就得说两句。秋帆，咱们这个有一个那个啥，跟大家说一下秋帆的这个特别企划，美食季。对，美食类似吧，因为是收获的季节。对，秋天嘛，都收获了，完了然后就美食也多了起来。我们这个每一个来的朋友都会为我们准备一道，不一定是一道，准备一份儿精心烹制的，可能是采摘的食物。对，食物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个排行榜。成榜吧，反正做了一个榜单，然后对它进行一些点评，然后现在冰箱进行了一些布置，我们先看一下。美食排行榜啊，就这个呗。啥意思？拿笔往上写呀。拍照吧，照片。照片。照片。咱一共就仨呀，那咱。啊，咱就评选。替换的。对呀，往出顶。妈。顶掉。哎呦我。挺残酷啊，竞争激烈啊，咱这竞争真是有点激烈呀。那到时候会不会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，完了有一个人的菜迟迟不顶，不敢往下顶？看咱俩了，就是看咱俩敢不敢。然后最后那个菜明显非常难吃。那也是我们的风格。咱也没说这个榜单就是凭好吃程度啊，咱就说有一个榜单，秋日美食榜啊，咱也没说秋日美食好吃榜，没说吧？秋日美食榜，那里面有一些因素，大伙都能理解吧？应该也能懂，能懂。根据我们下一季的名单，我大概已经知道前三名是谁了。已经知道了吗？不好说，竞争挺激烈。你别说，那你说那个如果是非常德高望重的呢？他就带了一个苹果。家乡的苹果，儿时的味道，硬捧咱们就老师真好吃。哎呀，真好吃！哎，你怎么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苹果？哎呀，我以前一点不爱吃苹果，哎，这苹果真好吃。这苹果真红啊！哎，你看这苹果核都小，哎，妈，真水灵！这苹果，哎，你家那边为啥能产这么好吃苹果呀？那啥气候啊？你小时候种过苹果没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给我这整的，我这眼镜都上雾了，有点。
喂喂，哎呀，流浪的大雨全都落下啊！给你吓着了，就给你们做个拔丝地瓜。有点喝了，有点喝了，喝了，喝喝喝喝喝，四个喝，来来来，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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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黑你好，哎，行行行，你可以啊。刚。什么类型的男孩会吸引你？起码一米八以上，他不是。哎呀，他知道太多了，但我把这音量都关了。来新家喽！他公司会不会告我？我不知道。拿来的礼物，那是他特长，擅长采耳。我没采过。哎呵，这来一下的。呀呀，哎妈，你耳朵这么使劲啊？那只能拿大毛毛了。我一个王鹤棣，一个丁中心，泼到人脸上有一种。脚丁泼水。真。开始呗呀！我。知道是谁了？是他，他是你，你。单纯有没有个3000来首歌啊？到底为什么太美现实太诱惑？刚刚我错过的太好，你俩一进入唱歌的状态，两个人就非常的，因为我们是专业歌手，值得信赖。啪叽！毛血旺周边上新了，来腾讯视频定制毛血旺独家周边。花式 DIY， 一起边看边下单。真茶真颜真朋友，无糖无忧无负担。本节目由全新上市的统一无糖茉莉绿茶首席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纯零环保科技24小时安心入住的多乐士赞助播出。滴滴567一到周末更便宜，感谢周末省钱搭子滴滴567赞助播出。这个单位出去拍杂志了，出席时尚。昨天特别说这是650第一次出外务。外务、啊。我说什么？宁城组合千金公司吧，已经称为外务了。算是一个新团，那交给我们来运营。那应该不能吧？给你们出单去。限定团，我们。上天舞台打歌。你昨天出外务了？什么担当？完了问你。问了咋不问呢？每个人你是什么担当，我什么担当？来拍照，来让哥哥请我们吃饭。我以为我这个以后我就跟着你智胜永远搁这儿啊？对，我以为就跟着三部伟大的作品一直在这儿了。那没，我们七七都变，七七变。一会儿人博哥来了，咱仨得好好招待招待。水果啥？我还又买水果了。你去，我去洗。不要，一会儿那个博哥要做饭，他做的过程中你给洗了。我那个白菜就是为博哥准备的。你没听说过鲁菜前三咸汤吗？我听你说过。从你那个听你说的，都是和你那 vlog 里说的。啊，就听我说的。这回咸汤到底是啥呀？是汤吗？是汤，是只拿白菜做。不是，也有水啊、哦，当然，水、面，然后酱油、醋、盐，它是主食类的，是不是？汤、面呢？面是干啥的？面让它稠乎一点。这是水淀粉吧？勾芡呢，还是就是面呢？面不是淀粉是淀粉，面粉是面粉，就是面粉。你都是吃就行了。行吧，我的今天中午吃呀，你不做吗？我会做，我中午吃饭了没？吃了。哎呀，亏了，白瞎了。抠出去可以。那也没那么好吃。昨晚上做还没消化呢。对，我也是。嗯，我今天中午纠结半天，我说要不要吃点儿，因为你吃点儿吧，我吃了点便宜的。我也是。昨晚哥请俺们吃好的了，吃好的了，真的啊，我都没吃过。对，铁板烧我们都过去吃了汁儿渣的，我没吃过。说哎妈，这啥？这啥？这咋吃？我们仨真的，这仨没见过。吃个辣椒，我说这辣椒咋这么辣？啊，我说哎呀，这好吃，这个怎么吃？这个对，可好了，可好了，昨天。这个是。心情垃圾袋儿，这对，这疏通经脉，排除坏情绪，这就是垃圾袋儿啊，哥。嗯呐，对对，这把所有不好的心情就都扔进来。
这挺实用啊、这个、啊！这是什么反内卷？反内卷厕纸。对。哎呦，就是他什么？哦，就把一些吐槽的话、啊、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些就是有这个，然后你就拿过来，哇、啊，就可以把它撕了。啊嗯，下班后也要响应。你讨厌内卷，不就是因为你竞争不过吗？哦，就这种就特别烦人的话啊、嗯，就可以撕一撕。对对 对, 对，这个是用的呀，还是撕的？你也可以用它来用啊。它有点粗，用完再撕。你有这种爱好的话，谁也拦不住你。用完了再撕，它不容易，它不容易粘手上吧？你要是愿意，谁咱说就是也都行，对吧？哎呀妈呀！博哥，你跟智胜的这口音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不一样，我济宁的，博哥济宁人啊，我山东。其实大概应该，其实山东主要分两大撇，一个是胶东，调、动啊，雪花还得拐弯的这样的，烟台、威海啊，什么类似这一片是这样的。但是其实青岛啊、济南啊，像包括济宁这些属于另外，但是也有区别，都有区别啊。那个拐的地方不太一样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俩就是不太一样。能听懂，能听出来吧？应该不一样吧？应该不一样。你现在说的是济宁话还是济宁话？是普通话还是？区别也不是太大。主要是我的普通话说的就不是很好。对，青岛话就是啊，这个样。就是你吃饭了没有？啊？吃饭了没有？吃饭了没有？那你济宁话呢？你吃饭了吗？吃了没？嗯，不打太一样。对，又青岛话，哎呀，哎，我这个怎么平常说山东话说的挺自信的，今天怎么啥自信都没有了？在博哥面前连说山东话的自信都没了。你得看看你的牌，你得自信支了。这个暑期真的是还挺热闹的。对呀、啊，昨天晚上大鹏哥给我发微信啊，说你赶紧去把热烈看了。啊，是吧？赶紧把那个影评给我写，赶紧把微博给我发了。看了吗？我今晚去，我准备咱们这边完事儿我就。马不停蹄去看热烈、啊，是是是。因为之前那个首映的时候，那天我俩也是录《猫学旺》，啊，没去上啊。没事，反正这个暑期值得看的片子还挺多的。嗯。哦，你想想从开始，其实几个《消失的他》，然后《八角笼中》，这个《长安三万里》，然后再上来《封神》《热烈》，然后边《学霸》，然后还有几部片子，其实也还蛮值得期待的。哎呀，有福了，我们、有福了，有福了。最起码这个暑期我觉得到最后有一个温情的收尾也挺好的、学霸、哎、就是这么一个电影、哎呦，这不说今天那个迅哥是不是演了？迅哥也演了、这里边那就海报里迅哥里都没，这里边怎么没有迅哥？问什么呀雪晴？对不起哥，对不起。没有迅哥是在的，迅哥在吗？你看周围都很饱满、你知道吗、这块其实应该有一个人的、就即便空着都不打他照片吗？迅哥最近也很好，那个最近那个八角笼中，对啊，他现在还宣传呢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宝贝儿单宇豪长得是真可爱啊，真可爱，真可爱，但是可灵啊。但是就是小小的身体里边装了个12缸的发动机，你知道吗？就停不下来，不停就是。小男孩嘛。就是玩命先给它消耗掉了，然后大概能配合你演两条，然后就又不行了。这组里边有专门吓唬他的，有红脸有白脸，因为病逝的。对对对，而且聪明的，完全能看得出来谁是怎么回事，谁说了算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后来就管不住了。他妈也吓唬他，一吓唬不住、后来就是一块吓唬他，说不成了，说你这么不配合，那算了吧，那就不用了吧。正好后边两天没有他的戏，后来哇，他给我发了段信息，我的天哪，太猛了！小孩现在可精了，哇，小孩都老聪明了，现在小孩贼聪明。我想象我小时候跟他们小时候比，我感觉我跟个傻子似的。哎，我想我这有没有？我当时听了，你肯听了，应该是去打字了。李大力，对不起你了。我不应该以前对你咬你的，然后打你，真的对不起你。我也知道我以前的错了，我太调皮了，我不应该对哥哥姐姐那样子不好，不尊重。